们进入了忙碌的第五天。有人叫我换电视是不是？好，我们今天去看一下有什么好电视可以买。我先这个咖啡还是要继续煮。准备成接种送这一个最简单的。OK， 好。然后我们可以做一点姜汁来喝，因为我觉得姜，我们的姜很多，增加一点自己的运气也好。走吧。但我觉得我东西会被覆盖耶，如果我吃蟹膏的话。哦，没有哎。OK， 好，可以。我在制作一个有惊人力量的法杖，需要一个衣顶。好嘞，可以，没关系。我等下就拿给你，等一下，等啊，你等，你等。你要什么？布丁。我妈现在没做过布丁，是不是？我看看布丁怎么做。布丁我应该还没做过吧？呀，布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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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五月加比目，五月加比目鱼加上鱿鱼墨汁。五月比目鱼，五月比目鱼跟墨汁，五月，五月比目鱼跟墨汁。好，啊，OK。再把这一个东西丢进去。哎，不是，等一下，他不是要这个布丁，他是要另外一个布丁。等一下，我弄错了。那个布丁我有吗？哦，这个布丁啦，大米布丁啦，大米布丁，我弄错布丁了。我要去买多一个冰箱了。大米布丁，大米布丁简单。好丢！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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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九点半了，我们先去。啊！我们先找会消失的人先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找会消失的人先。先找奥利奥特，然后再找 Sam， 然后再找岳父，才去找法师。OK，Let's go。我们先去找会消失的人先。阿 Sam， 哎，你们全部都出来，唯有阿 Sam 不见了。哦，哦，花房间我第一次进耶！欢迎光临，寒舍。这是我赎罪，大部分都花在这上面。从我懂事起，我就想做作家了。我跟你说过没？所以我才自己住在这里。我发现孤独在海边有助于文学灵感的延伸的诞生。对不起。家里人说我疯了，说我永远都不可能当上作家，你相信吗？他们说每一个成功作家的背后都有一千个悲惨的失败者，多悲观啊，真让人难受。我从你眼睛里就能看得出来，你相信我就没？你眼中有热情，我那么容易看到吗？等一下，浪漫。真是终身难忘。好，说我说的够多了。你应该很了解植物吧？你能不能看看这盆玫瑰？它好像有点，这个是想赌啊？我不是种花的啊！等一下，种花应该找奶奶呀、啊。哦。
就感觉到有人在那儿，真的很棒。谢谢，我琴技不算太好，但我很开心。哦，年夜续就是想要完成我的书，我快疯了，因为，然后呢，我能做吗？我唯一的消遣就是有，我消遣就只有随性弹首曲子。工作实在太多，而且我存感也渐渐见底了。有时候我真想抛弃一切，像你一样当个农夫。你可以当渔夫啊。你说的对，事不关己，所以才会说出这种话。哦，我意思是想要逃离这个阴暗潮湿的监牢，去享受一点真正生活，仅此而已。抱歉让你听我唠叨了，我时不时就跟别人吐吐口水。苦水？为什么会说苦水？等一下。哦，你的石榴到货了。OK， 拜拜。OK， 这里也完成了。排排坐，赤果果，你一个我一个，然后你们全部我都送过了，我很尴尬。哦哦哦，阿 Sam， 你的，好，拜。OK，Sam 也搞好了。接下来，哇，我好久没有看到全部叉叉叉叉叉了。法师，等一下，法师，等一下，法师，吃点。Maru， 为什么 Maru 嘞？算了，我们先去找法师。结果还是要去找法师。我跟信任好感度是满的。你要的这个。Maru 跟雷欧，然后再送两天 Sebastian， 我们就解决了，可以走 ，Let's go， 我们先去找雷欧吧 ，Leo， 各自，哎，那给你。好，对哦，我说我要买那一个电视，然后我就忘记了，是不是？走吧，先回去吧。只希望罗宾还没有下班，罗宾一下班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。罗宾，哦，好，不用了，我看到他们了。哦，又，好。OK， 剩下 Maru 在哪里呀？哦 ，OK， 呀 ，Maru 喜欢什么东西来着？呀，我看一下 ，Maru 钻石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OK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我说我还需要很多呢。Sandy 吗？我们要去找 Sandy 吗？啊，不用啊，明天再送一下 Sebastian 就可以了。肯特，你喜欢什么东西？肯特喜欢的东西好复杂。肯特，没有，他喜欢的是两种食物。我喜欢的食物有点麻烦，呀，我看一下我做过了没 ？OK， 还没有。很特喜欢这一个，我终于要结束
这一个地狱了。走吧，找一下肯特。我们终于可以结束这个地狱了，各位观众。肯特 ，Ken， 阿 Ken， 阿 Ken 你弟丢了哦，今天星期五，好，拍摄。你们就这样子把孩子丢在家里，然后你们两个去喝酒。这样真的好吗？哎，他也不在耶。哦，有在。完成！耶！终于呀！我天啊！我天啊！我们可以开香槟庆祝吗？楼下，我们楼下还要很久哎，感觉上，而且我没办法看到时间。我们这边要不要再坐多一排啊？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坐多一排耶，我们坐多一排好了。二四六八十十二十一，十一十一十二十三，我可以坐十三个。Let's see， 可以啦，没什么烦恼。哎、嗯，我还可以再做多两个哎，十五个哎，等一下，我怎么数错了？等一下。天啊，一直保清就保出。OK， 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上古水果，好，走吧。哦，我终于完成了，我好开心哦！我接下来想要把这边再建多几个鱼池，哎，建多四个鱼池出来好了。讲安德森干什？还是我们这边建鱼池，这边放一个物质，好像也是可以。强迫症要发作了，等啦、啊，等之后啦，我这边之后还是要改一下，因为你看这里有一条隔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是想把，嗯，因为我这边想要这样走，所以我这边不能改，所以我们可能就这边再放多四个就可以了。可放多四个的话，我们这边就难走哎、欸，所以这边又不想放了。好，走吧，睡觉吧。耶，做完了，生的宝宝好。终于要生宝宝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总共赚了6558。